事实上，根据美国这边收到的情资，他们是研判呢，普京的亲信可能一直在瞒着他，报喜不报忧，所以让普京无法掌握俄军在乌克兰真正的军情哦。而事实上，这样的状况呢，也让普京跟俄罗斯的国防部、跟俄罗斯的军方是有一些摩擦的。而这样的消息呢，也得到了英国情报单位的证实。英国情报首长是表示呢，俄罗斯现在内部可以说是有非常大的问题，他们的部队呢，甚至出现了抗命的迹象，而且呢，部分部队甚至是摧毁自己的武器，甚至是击落了己方的战机，可以说是军纪大乱。而这样的状况呢，或许都在证明了普京他错估了情势，所以造成目前俄军在乌克兰整个状况非常的不利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，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